就到此为止咯。好了，既然他们这么小聪明，还是开始吧。不想演了啦，懒惰演了啦，每次都这样子。真的最后一首了，我觉得我可以请一下我的这个鼓手叔叔讲个话哎。鼓手叔叔，大家想听他讲话吗？想。差不多了，其实就是九点了，我怕大家回去太晚，明天要上班上课，所以还是请他好好回去休息。啊，都好贴心，好贴心。好了，好了。最后一首歌也要我的开头给，我的开头是唱达马克自己的就是鼓调，那我们结尾也要用我们达马克的鼓调做结尾，这样子比较快板一点。哎，能会唱吗？可以摇摆啊，其实不要再叙述了。是的。
好，我们再次给德德斯与他的朋友们掌声鼓励。那这里有赞美箱，欢迎大家可以，就是待会结束后呢，如果你想要就喜欢他这些演出，或是想要支持他的话，欢迎不计任何形式的赞美。那我们今天在草地上的活动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也谢谢大家来到铁花村。那我们还不会这么快结束营业啦，那如果说还没有急着要走的话，也是可以坐在草地上听听音乐聊聊天，都是然后逛逛慢市集都是非常 OK 的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，晚安，下课。